6月9日，张弛2012秋冬时装秀新品发布会在京隆重举行，演艺界的数十位明星受邀参加了此次活动。现场最惹人眼球的则是一身透视装亮相的爱戴，而一向有着宅男女神之称的周韦彤也不甘示弱，一身裸背裙装惊艳现身。两人独特的气质加上其他明星的盛装出席，也让此次活动更加的星光闪耀。与爱戴周韦彤比起来，潘双双则一身白色长裙低调现身。潘双双自从与林峰的床照门后急速上位，成为各大媒体的焦点。近日更是有人爆出潘双双的新戏将要与林峰长相十分相似的男子合作，这让大家不禁猜想潘双双是否还想借林峰做文章。对此潘双双也表示十分的无奈。我不知道为什么媒体会这么说，但是我觉得每一个就是说拍的东西，我反而不知道大家为什么会这么去靠往他那边靠。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也很无奈，真的。酷流娱乐北京报道。